大家好，我是随手做美食的大刘。春节期间，大鱼大肉都吃腻了。今天我分享一个爽口菜——凉拌菜心，方法简单，两分钟就搞定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。白菜心适量，一片一片掰开，再切成细丝。红辣椒一个，片开，切成丝。青椒同样切成丝。洋葱半个，也切成细丝。我们先调点料汁，食盐、白糖适量，生抽一勺，白醋两勺，香油一勺。将食盐和白醋搅匀化开，淋在菜心上，拌匀。然后就可以装盘了。这道菜现做现吃，清淡营养有口感，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美食就在你身边。